你去查查，当年参与建筑穆府的工人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关于穆家风水眼刻在哪儿的线索。我们建筑之后，布局敢建了很多次。别说当年那些工人能不能找着，就算找着了，也不一定知道风水眼的位置。哎，哎，得了，陶总，县政府就是穆家老宅，我发动所有武装大队的人，我就不信把他拆了还能找不着。打草惊蛇，这个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。 快点啊！哎，好，来吧，动手。李队长，好，你们先去。哎，是，好，不干什么，墙上的标语太旧了，我让他们刷了重新写。啊，你有事儿啊？没什么事，随便看看。队长。 墙也刮了，办公室也搜了，哪儿都找了，没有什么风水眼啊。那就接着找吧。哎，队长，我在县资料馆找到了穆家建筑图，但是残缺了一大部分，这东西对你还有用吗？以前啊，我帮大户人家盖过好多房子，所以对他们的建筑风格我也略知一二。现在穆家的好多房子都改成了我们的办公室，所以我相信按照这幅图上的坐标，一点点去找，应该能找到。那你赶紧去找啊！是。 赵县长，您先喝点水吧。我让你整理张书记的资料，整理好了吗？是，全部整理好了。这两天。 我时常想起张书记，我在想，如果他在的话，会怎么处理当前的局势？可惜啊，他再也回不来了。您别太伤感了，我觉得您应该振作起来，您是很有能力的。 四方台以后组织领导的工作就靠您了，把张书记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。啊！对不起，赵县长，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？啊，没事，陛下同志。 你啊，不要误会，我只是心里一下子有了很多感触而已。你说的对，我的确不应该太消沉了。来，坐下，坐下说吧。啊，张书记留下的资料都列表了吗？是，我早就列好了，我这就拿给您。 赵县长，李红河最近神神秘秘的，他一直在找什么东西，好像什么风水眼。什么？风水眼？是啊，他一直啊都在忙活这个，但他还瞒着我呢。现在把县政府啊快掀了个底朝天呢。陛下同志，啊，你汇报的很好，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。 这件事情要绝对的保密，不能再和其他人提起。是，您放心。去把李红河叫过来。是。
报告，进来。这县长，您找我。李红河，你搞什么鬼？我让你盯着陈元帝，搞清楚他的问题。你呢？一会儿清理粮仓，一会儿在县政府乱跑乱找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找线索。什么线索？还没找到呢。没找到穆家的风水眼吧？您怎么知道的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为什么不向我汇报？啊，我本来想找到以后再向您汇报的，可是整个县政府都搜遍了，还是没找到。我想可能是因为多年的荒废损毁，风水眼已经被毁了。李红红同志，你不认为这么重要的线索，你应该先向我汇报，然后再采取行动吗？对不起，赵县长，我下次不会了。红河，你呢也不必过于自责，毕竟这也是一件好事情。风水眼只要一出现，加上陈元帝的搜身方，情况就会有大的转机。是，要是风水眼找到了，陈元帝的问题也就可以一并解决了。对，所以你马上加派人手继续勘察，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风水眼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是。县政府，地面上我都翻遍了，啥也没有。是不是找的不够仔细啊？怎么还不够仔细啊？整个地面上的所有建筑我都找足了三遍了，就没有遗漏的地方？你敢保证没有遗漏的地方？哪还遗什么漏什么？你还让我刨地三尺啊？对啊，可以刨地三尺啊，为什么不能刨地三尺啊？你说真的假的？你还真让我刨地啊？当然，刨地三尺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你想想，幕府的地下有一个地宫，地宫十分复杂，也是幕府建筑的一部分，对不对？没准穆家就会把风水眼藏在地宫的某个位置。啊，当然，如果要是刨地三尺的话，更得小心，绝不能走漏风声。什么不走漏风声？赵县长早就知道我们要找风水眼了。李红河同志，你答应过要保密的。你少跟这儿站着说话不腰疼了，怎么保密？你告诉我怎么保密？怎么让我跟县长徐什么徐都是我的人？好，你说县政府一共有多大的地方，我把墙皮是铲了三遍又刷了三遍，他能不知道吗？他再不知道能算是县长吗？也是，反正后面你不是让我刨地吗？等下了地宫进了暗道，黑咕隆咚的，保证没人知道了。红河，决定下地宫不是闹着玩的，你别嫌我啰嗦。幕府地宫系统很复杂，机关密布，弄不好可能会出人命的。只要能够找到穆家老库，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。决心再打也得小心，知道吗？要不等，说到外出打仗钻暗道，我可比你强。老陈，你的问题呢，我会找赵县长再三的去请示，只要我们能找到穆家风水眼，我就可以证明你绝对不是特务，你就可以恢复自由。现在呢，你就再委屈委屈啊！我委屈委屈没关系，你看你能不能？行，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，白天可不行，晚上吧。那我知道了。去，哎，你踏踏实实睡一会儿，晚上好工作，好吧？晚上开始干。好啊，我现在开始睡啊。
先下，小心点，我随后就下。好。对，放，拿着这个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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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已经走了很远了，按说早就该走出县政府大院了。咱们是不是一直在兜圈子？啊？不会吧？是不是这段弯道太多了？小心点儿，没准前面还有机关呢。机关？去那边看。就发现冯迟眼的位置了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上头已经下令了，咱们必须限制陈元帝的行动，尽快的腾出时间，让咱们查找线索。那你的意思是？这把枪呢，是陈元帝落在小树林的那把，白猿给了咱们，没想到现在倒派上用场了。记得卸发子弹。上头还说了，让咱们在城里尽力煽风点火，等着看共产党的好戏吧。先生，行行好吗？先生，没事没事，先生。这个没啥用，换点钱吧。
是我找到的陈元帝的枪。铁证如山，我看他陈元帝还怎么解释。吕霞，有，把李红河叫上，你也跟我走。是。陈元帝，这把枪你认识吗？是谁的？是我的。好，你承认就好。枪里面少了一发子弹，如果不是吕霞及时发现的话，你想隐瞒到什么时候？看着他干什么？是吕霞冤枉你，还是我冤枉你了？李红河，你听着，从今天起你给我加派人手，严加看管，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让陈元帝跨出监狱半步，明白吗？是。吕霞同志，这次多亏你，干得不错，革命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同志。谢谢张学长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没什么事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好，赵县长，你最近比较辛苦，要注意身体啊。好，我知道，去吧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张县长，就算您不让我说，我也得再说一句，我觉得找到陈元帝的枪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。我亲眼看到陈元帝被土匪打晕在地，这件事也不能排除有人借刀杀人的可能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坚持保留自己的个人意见。红河，你这么说我很失望。我知道你讲义气这是好事，但有的时候如果被人利用也会成为坏事。你私自带着陈元帝在这里进进出出很多次，别人风言风语的都传到我耳朵里来了，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还要不要了？赵县长，这件事情并没有像外面传的那样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听说你们上次下地宫去找风水爷，结果怎么样？现在还没有任何进展。还要抓紧时间继续寻找，不能停下来。陈元帝是不能指望了，现在只能靠你自己了。是。怎么了，大小姐？平时一说喝酒，你跑得比谁都快。是啊，大小姐，怎么下了一趟山，你整个人都变了？可不是，咱头一回发现，咱大小姐还有心事呢。你看，烦不烦？滚！咱哥俩喝酒吧，走。哎，什么废话？走，出啊！赢了！哎呀，哎呦，我说大堂主，你赢来赢去的，就是不输，有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是就是，弟兄们辛辛苦苦得来的碎银子，都进您兜了。就是，愿赌就得服输，你们这道理吗？哎呀，这话倒是没错，可是有一个理儿，你可别忘了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这赌场得意，情场失意啊！哎，是吧？我说大堂主啊，你每天跟我们混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喜欢大小姐吗？你找她去啊。就是、哎、对不对、啊、大小姐的玩笑是你们这帮小子随便开的吗？这小子，再说像我这样的还能没有娘们爱吗？这跟你说的，那我告诉大小姐去，你敢？哎，我说大堂主，咱大小姐有没有跟你说啥事跟你好啊？对啊，早晚的事儿，你给个日子嘛，一好让兄弟们盼着。咱们都盼着呢。你盼有什么用？快来劲来劲来劲来来来来来劲来劲来来来来来压上。哎，别说说的，我这心里痒痒的，我还不玩了，我真找他去了。我哎，大堂主，哎，你不走走，你还没输给我呢。你看你这，咱们进来进来。
春儿。哎，张家的。我找你有事儿。这两天啊，我一直在琢磨着，是不是该下山一趟了。怎么了？咱们撤回山寨这么多天了，山下的情况到什么份上也不清楚。我想着，是不是该下山打探打探去？行，那我今夜就住山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别瞎掺和他们的事儿啊，就是打探消息。哎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过去了啊。去吧。干妈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开心的？没事。你呀，别瞒我了，是不是又抢陈元帝那小子了？想他干嘛？如果我要是再见到他，说不定我会动手杀了他。哦，你要真能那么想，那最好。干妈，啊，有件事我想问你。问吧。你是亲眼看到共产党把我娘杀死的吗？当然了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当时啊，共产党进了村，什么都不放过，烧杀抢掠，干了很多坏事。他们杀死你娘啊，可惨。想起来都觉得惨啊。真的，真的。你错了，你说的不对，你说的不对，共产党不会伤害老百姓的，不会。李红河是共产党，对不对？张书记也是共产党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么多的共产党，他们不会滥杀无辜的，你好好想想。他们说的，我该信谁呢？哎，我昨天听县医院的人说了，医院有个女的，每天啊子时发作，整个医院啊都被惊动了。哎呦，那不就是活死人吗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医院里的那个活死人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听说原来住在西头村。就是那个陈元帝的老婆。陈元帝老婆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活死人呐、啊，就是阳间也来不了，阴间也去不得。他的心中啊是充满了怨气，一到午夜就疯狂的乱跑，见人就咬啊。我爷爷说，这活死人呐、啊、就是个冤孽。咱们四方台就出过一个，结果四方台三年天旱呐、啊。三年饿死了好多人呢。这关键是他们还在地宫里挖出了穆老爷子一家人的尸体呢。哎，这可就等于是犯了幕府的风水了，那可是咱们四方台百年的气运所在，动不得呀。刘先生，您学问大，您说该怎么办？咱们就先看共产党怎么处理这事儿，如果不行，咱们大伙儿就一块儿请愿去。总之，这幕府的东西就是万万不能让共产党再动一根手指头。对，请愿去。对，咱们听刘先生的。请愿，咱们请愿去。对，走走走。这次我要看这帮共产党怎么折腾。哼。嗯，你们俩干什么去？刚才在小茶楼，你不都看到了吗？装什么蒜？这会儿又来装傻充愣的。嘿，刚才我都瞧见了，我刚刚不是没听明白吗？我们现在就准备去行动，要让城里先乱起来。你们不是说好的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吗？先前我们也出了不少力，你们现在有了行动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这我现在不正告诉你呢吗？我要是不来拦你们，恐怕你们早就把我们给甩了吧。哪能啊，行动前一定给你们信儿啊。真的？嗯、啊、报告，县政府门前聚集了很多百姓，他们吵着要见您。有什么事吗？不清楚，他们的情绪很激动，门口的哨兵恐怕是要拦不住了。他们到底要干什么？说是要阻止挖地宫。让县太爷给我们一个公道！乡亲们，先冷静冷静，冷静冷静，冷静冷静，乡亲们，这就是我们的赵县长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我是县长赵成。大家有什么话都对我说吧，
不破帝国不能啊！这样都会遭报应的，四方台会不得安宁的。哎，大家静一静啊，就让我跟县太爷说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好。县太爷啊，现在已经解放了，不要怎么称呼？哎，都一样，你是我们的父母官，那我们就叫你县太爷。今天呢，我是代表着四方台的父老乡亲，来跟县太爷您说句话，恳请您不要勘察幕府的地宫，好不好？对不对啊？对对对，幕府遭报应了，不能啊！乡亲们，听我说，我们之所以要勘察幕府的地宫，是因为有人要破坏我们四方台的安宁，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大家着想，请不要误会。哎，县太爷，您是外地来的，恐怕不太了解我们这四方台的风俗，是吧？您听我说啊，这幕府的地宫呢，是四方台的风水气脉所在，那是绝对动不得的。咱们世世代代都是靠着气脉休养生息，才得以保得我们平平安安。你们这么一弄，那不是断了我们的根吗？乡亲们，乡亲们，都听我说，风水气脉那都是封建思想的余毒，不足信的。现在是新社会，都解放了，咱们应该相信科学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科学。什么是科学？这我们不懂。但是有一点，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，咱们总不能破吧？幕府世代为官，那是皇上封的，皇帝老爷子都没有挖地宫，总不能共产党一来就把他给挖了吧？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挖了吧？不能挖，不能挖。还有，县太爷，现在医院那边都已经出现活死人了，一到半夜就发疯发狂，这是大灾大难来临前的征兆啊！县长，您不会说您不清楚吧？对，不能挖，就是不能挖，不能挖，不要激动，都听我说，不要激动，当心脚下啊！哎。这是什么？一块石碑，写的什么呀？不知道，队长。有几个字我倒认识，但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平常让你们好好读书，你们谁也不听，用的时候傻了吧？队长，要是陈炎帝在就好了，他可是文化人，肯定明白什么意思。你少废话，赶紧抬出去给赵县长看看，他应该知道什么意思。哦，去。不要激动，都回家吧。赵县长，这抬的什么呀？什么东西？报告县长，这是我们在幕府地宫挖到的一块石碑，李队长想让您看看上面的字什么意思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穆家地宫，擅入者死，开启地宫必受天责，五谷不生，天将大旱。乡亲们，恶灵在现，瘟神降世啊！上帝要降罪了，四方台要遭殃啊！这里不能住了，哎，不能住了，不能住！乡亲们，乡亲们，这个东西是盖地宫的人用来吓唬人的，不要害怕。乡亲们，那后头更还写着字儿呢，那上头写着“庚寅年十八子为天道绝地宫”啊。刘县长，这又说的什么呀？庚寅年，那就是今年，十八子就是指的一个姓李的人。哎，挖地宫的有谁姓李啊？县单位的李队长。对呀、啊，他叫李霍河，就是他带头挖的。乡亲们，这石碑上可写明白了，今年这李队长为天道掘地宫啊，这一切都应验了，医院还出了活死人，咱们离灾难不远了。不能挖，不能挖，不能挖地宫，不能挖地宫，不能挖。乡亲们，这个石碑到底是真的假的，我们还要带回去鉴定，等鉴定以后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。还鉴定什么？这活死人再多几个，咱命都没了，就能赶了。你看，不能挖地宫，不能挖地宫，乡亲们，冷静些，不能等，冷静点，乡亲们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大家先回去。队长，
这里好像是一堵门。怎么样，能打开吗？试试。要是不行的话，就只能炸开。队长，不行，咱们的炸药爆破力不够，而且这里面的设计没那么简单。一旦我们强行去炸开它，触发了里面的机关，里面的石头会把门堵上。一旦堵上了，我们就再也进不去了。再找找机关。好。哎，队长，这个能转动。砸了一下，哦，没事就好，吓了我一跳，大家都当心一点啊！是是是，走，走。急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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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急躁了！快，马上送医院！好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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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对。砸得很重，伤到内脏了，必须好好休息，应该没什么生命危险。哦，穆家地宫真是机关重重啊，行事一定要非常的小心。现在同志们的安全是首要的，李红河，你千万给我记住，不要鲁莽行事。是，请县长放心。啊，他今天晚上就会醒过来。啊，行，那大夫，喜子我就交给你了，你千万要治好他。放心吧。啊啊啊！醒来就好啊，这个节骨眼上不能有事了。队长，队长，这么大声嚷嚷什么呀？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喜子出事了！他不是在医院吗？能出什么事啊？您快去看看吧。把他拉上来，先收队，等我回来，我去医院啊。好。小李啊，小李，快一点啊！怎么样？快一点！喜子，别动，不许动，这是命令，别动，快点！来了。喜子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，怎么了？你嫂子又犯病了？是啊，一到晚上十二点就开始犯病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喜子出事了。哎，大夫，喜子这是怎么了？不是说晚上能醒吗？哦，喜子的症状跟梅敏是一样的。这个你不说我也能看出来。我是问你，他怎么成了这样？该怎么治？喜子是撞伤，不应该有这种症状。那只有一种可能。你接着说。他们俩都被下了毒，但这种毒到目前还不能查出来。从他们的病因来看，不该有这种奇怪的症状啊。下毒？谁下的毒啊？县长，喜子发狂一定是有人在暗中破坏，阻挠勘察工作。我也是这么想，可现在的问题是，老百姓都相信谣言，如果继续下去的话，只怕会出乱子。那可不行啊，勘察工作刚刚开始，
咱们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停啊。红河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这当口小分队的人也得了怪病，老百姓的疑虑会加重啊。不，喜子受伤这件事纯属是意外，是吧？我以后一定会加强防护的，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，勘察工作可以继续开展。可你要明白斗争的复杂性，不能不顾及民意。我不是不顾及民意啊，可现在的情况是敌暗我明，是吧？穆家老库又没有丝毫进展，张书记又牺牲了，我心里急啊。风水眼很可能是我们目前掌握的唯一的线索，这个时候勘察工作怎么能停呢？不行，勘察工作必须停下来，这是命令。我们要是真停下来，敌人就很有可能赶在我们之前找到穆家老库。红河，我们找宝库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政权的稳定，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，可如果继续勘察的话，会让现在社会动荡，人心不安，孰轻孰重你可要想清楚啊。队长，不找风水眼了，好容易找到点线索，喜子又受伤了，付出这么多代价，说停就停啊！是啊，队长，说句话，队长，说句话呀，队长，不能这样，停！政府压力太大，不能找了，这是命令。那咱晚上秘密的找，行不行？是，咱们秘密的找，这对呀，晚上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我说话听不见呢。老乔，到，带人把景兰的架子撤了。是，一起等我命令啊！哎，你说不能这样，哪那么废话？你们看你们家的吧。行，喜子的病情怎么样？佳妹来过，她告诉我，我正为这事犯愁呢。按理说喜子是内伤，休息两天就没事儿，可是他昨天晚上病发时的症状居然跟梅敏的情况一模一样。你能不能让我出去看看喜子？这哪行啊，现在是大白天，再说赵县长那边也不知道。我知道这样让你很为难，我这两天想了很多，我觉得他们不太像是中毒，倒像是受了某种药物的控制。人家医生都已经说了，他们就是中毒，中了一种目前他们还没有办法能查出来的毒。什么查不出来的毒啊，只要试毒就能查出来。我现在认为他们是被某种药物控制了。那你说说是哪种药物？这我怎么知道，我看不到病人也看不到病情，我只能靠推测呀。所以你让我，那你说大概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病情？两种，一种是我出去，第二种是用针灸。那玩意儿好使吗？如果他们是受了某种药物的控制，针灸也许根治不了病，但是它可以先缓解病情，让他们暂时安定下来。那你肯定是出不去。那你出不去的话，谁会啊？谁能去查？我妹妹。得了吧，就她，她的针只能扎鸡蛋。哥，就是生不忘，你的模样消散去。
你悄然走来。